海对面的物理系啊，把他们的武器拍了啊！我知道我是破天是吧？破天砸吧，好吧，把他砸了。我的上花。一波死金刚拉上，没医术，我操！我带的神马他没医术，才打3300这么硬。我知道我是当头一帮继续砸的好吧，武装的话你去丢个放下，普陀紧箍咒勒他 OK， 武装丢放下把他放了。那女儿说好像喝过，好像贴了是吧，贴过他有金青，我他妈抢房了。我医术是丢的，没他快，也不可能有他快。最好一棒子把他秒了，他们队长是武装啊，秒不了，他也没补野兽，好他妈强势！我们两个人把他武装笑了，算了，好吧。我们两个人把武装笑了吧。我们上个去拍旅游村，把旅游村拍了，好吧。镜花水月把旅游村拍了。我操，对面旅游村全民的，超级脆。武装去笑对面的物理系，别让他吃野兽。对，砸对面医术，把旅游村砸了，他旅游村绝对超级脆的啊。上个拍旅游村，但是我没挂他。我操，对面武装他妈好快了，没事，他野兽起不来。操了，只剩两只了，只剩三只了。哎呀，只剩两只了，开你妹的，还来个善报，他流传够了，操了，一个没死，我去你妹的，全部错吧，好吧，化身推防吧，防推了，全部错吧。推防了，化身推防。我要甩林子也行吧，我的高敏感龙龟不知道能配速啊，这是啊，不是，我的不是高敏感，我的自己开啊，我的自己开，小马开果子，对面怎么还是藏了三个？这是，我操！我
我日你妹了，这对面的上个他妈真凶。你普陀自己开了，记得拉果子好吧，记得拉果子。龙龟开普陀，普陀拉果子，和尚回去活果子，果子上个盾把盾上了，要不然容易起不拢。宝宝先拍一号，先拍了，拍一拍一。哎，速度还是被你们弄。躺地上躺着也安全。对面的武装，对面的果子被恶霸打两千八，他妈不知够不够野兽了。和尚的波开武装啊，小马开果子，果子的话这一波你把旗子也立了好吧，立旗子，把旗子立了，你普陀紧箍咒先勒好吧，给对面的紧箍咒，给对面女，给对面果子先勒了，我笑果子 OK。和尚的宝宝开武装，和尚宝宝开武装，我不让他起野兽，他野兽起不来。宝宝咱们几号都出手了是吧？哇操，这野兽武装还够不够清风望月啊，还够吗？武装够不够清风望月啊？够，你清风望月清开了，开了，普陀紧箍咒雷，快点，那开开化身了，开化身，点化身开，和尚活去活啊，宝宝二号吧，三恶，三恶怼了，操了，开不到普陀了。我给自己补个流云诀没啊？没补过，你自己把流云诀补了。普陀自己开，开了给电道五行吧。小马还有五轮丹的吧？小马开果子。的话这一波平砍好吧，砍二号虫吧，把二号虫砍了，疯的有点受不了，他妈这疯的
这不有飞机，我操，直接飞航用的草率啊，拖到紧箍咒，给给吧，我这飞机飞一波好吧，飞机飞一波吧，飞一波飞一波，你武装不给自己补留言卷，给没给啊？有补过留言卷里套啊，套 OK。龙少先给个紧箍咒啊，先稍微给一个一两个紧箍咒。冷静嘛，哎，没中。你电脑五星不上，怕你后期打不了啊，五轮才没了。主要是对面如果没有紧箍咒，对面是没有压力的，没有任何压力。我们五轮单其实还好。把龙给绿了，果子继续飞啊！武装的话，你这一波把血灯，你武装你套子套吧，好吧，把他们旅游船反套了算了，好吧，反套旅游船换人出好吧，龙龟给自己血了，你拉地形吧，地形拉了吧，拉了个鸡毛，我没拉地形，我靠，真感觉可以拉地形的。套了果子，套流程没用，我都被破甲了，我操！可以把特殊给干掉。我去你妹了还！果子下波点到果子飞手就好了，把他盾给他飞破了。这他妈太狠了，这是。果子这波杀威胁吧，只要杀威胁把他盾打了，好吧，杀威胁把他砸了吧，把他砸了。普陀出宝宝吧，好吧，普陀宝宝出一个武装血盾，把血盾补了，和尚宁愿怼一个。血量太低了，宁愿怼，宁愿怼。你裸啊裸啊，武装裸了，不用裸了，不用裸了。风险消息他们老是给我关掉，我个毛线！封也封不中，操！那普陀可以裸，他对面肯定封普陀。嗯，那武装甩个尺子，武装甩个尺子。我操，我有惊醒骑士。你武装甩尺子好吧，普陀接罗汉还是按原计划好吧，按原计划。果子的话，你这波破天砸地形，把地形砸了吧，破天砸地形。按原计划，按原计划。活血活了水，推了房。对面给的天地，嗨你妹了嗨！
两个硬笛子，这他妈的有尺子了。哦，有尺子，我也要死啊，我这他妈对面都不疯普陀的，我操了，不怕普陀秒的，武装死了。普陀技能拉果子啊，普陀技能拉果子，和尚宁愿怼死，好吧，把宁愿放了。小马的话给我顶个大，我宝宝拉武装，武装你反套旅游村。操了，宝宝顶不上大了，他妈的！哎，我宝宝没拉人，果子宝宝拉下，果子宝宝拉下武装，我他妈宝宝是拉人的，坏了，拉起来没啊？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我人开武装，我人啊、我人开化身力，普陀技能拉武装，好吧，普陀技能拉武装，果子破天把灯的果子砸了，破天砸果子，把果子砸了啊！孩子强拉下果子，孩子强拉果子，武装出好包，普陀强拉强拉果子，啊、强拉普陀强拉强拉武装，对对对，或许活了武装没问题，孩子强拉果子就行了。秒了，我好疼，我操，宝宝连跳两下，他妈的大金没给自己顶上，日了狗了，这是能把他砸死吗？我操了，普陀死了，哎，行，宝宝没浪费，他妈的，哎呦，感谢这个大金，我操，你普陀宝宝自己拉好吧，自己拉，给自己点个血灯吧，把血灯点了。武装你套塔就套塔下，我接罗汉了，接罗汉接你的。孩子强拉果子了吧？没拉，我给自己顶大金了。这血量飞过来，我要没了，抱一下。我
我人拉武装，你活就活武装，把武装把武装活了。OK， 普陀紧箍咒雷吧，果子飞就飞啊，孩子拉，孩子拉果子。那你武装得套对面的武装。嗯，武装套对面的武装套。孩子拉武装，孩子拉果子，果子飞啊，紧箍咒雷上，我自己开封印。有大金的话，吃一吃好吧，大金吃一吃。下巴还有罗汉呢，我，哎呦你妈，你跑个鸡毛啊，我操了，真是。我人拉利普的把地形表了，好吧，武装出手把怂出了吧。你和尚，你这波先活去活吧，先给我留成死了都行，我有点吃不住啊。我人拉利普托了，你大普托把地形表掉啊，把地形表掉。和尚这波给我死了，好吧，给我死了，给我死了，我给你顶个血，快点。还有渡劫垃圾不倒吧。没蓝了，我没蓝了。下巴能活吗？活不了，活不了。宝宝他妈又。普陀有九转吗？有没有九转？有九转的话，两个宝宝拉好吧，两个宝宝都拉普陀，普陀拉果子，快点，两个宝宝拉果子，果子拉，果子的话你上个盾都行，好吧，把盾上一个。我错吧，你和尚错好吧，错吧，错吧。果子可以换宝宝了，再不换宝宝，换宝宝。行行，你换换换，换归宿，换归宿。这一波血量超级低，归宿拉我旅游村了，老和尚你有的吧？老和尚你飞机飞啊，把那个虚灭飞了啊，把它虚灭飞了，武装套对面的果子吧。你普陀点灯，把灯点一点好吧，点灯点灯。和尚宁愿怼少，宁愿怼，自己给自己吃个蓝。血他妈好低啊，他妈的真是。他妈的出不了手，王要死！人站得住还行，他妈的人也站不住。哎，顶多两个笛子，
我俩加笛子好吧，加笛子加了，加笛子加了，化身也加笛子，给我加笛子。那个老和尚，你那边有九转的吧？有九转那武装，武装那普陀，普陀那果子，果子的话这一波杀威胁王砸这边的果子砸了。我没有笛子。你没有笛子你错好不好，你或许活我先。宝宝拉神，宝宝拉武装，武装拉普陀，普陀拉果子了，快点拉武装，拉武装。没技能，我没技能，我都点灯吧，好吧，点灯点灯，和尚或许活武装，先把武装先活了呗，能活武装活武装，果子宝宝拉我旅游生，把我旅游生拉起来，拉我旅游生，没五没九转的吗，老三？老和尚没九转的吗？有拉我了 ，OK。七杀。操，拜拜。一个地心他妈的没给他打死。直接秒亡了。收了吧，下去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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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ou